装进入我国领土，就是侵略者。侵略者不投降，我们就要他灭亡。同志们，丢下背囊，全速前进。目标目标培训，十二点钟方向430米即将走。命中。司令虎。他们有狙击手。你在干什么？报告狙击手位置。探长看不到，撤！对，以外现在什么时候还管这个？射击啊！林毅说的对，我们部队对境外射击。那就让他开车点名啊！机油弹。撤！你干什么？埋雷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我要让他们听响，他们不会从这条路回来了。他们是精锐，和我们一样精锐。现在我就行，大举围住，走。怎么样？就在附近，发现目标。运走，赵连海，到，继续联系狼穴。是，狼穴，狼穴，孤狼呼叫，孤狼呼叫，收到，请回答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报告，还是没有回。秦风，信号弹，是。无敌中方向狙击手。往前走，郭先生，保护我们！
万岁！现在由我代理队长处理江湖。走，江湖。是，督理江湖。走，处长，你今天杀敌。是，指挥江湖。走，保护卫星进行。是，指挥督理长。站，保护卫星，掩护军机组。伙计们，站岗。你们在这守着，我去退役。呼叫老区。是。好，阿基百星，继续呼叫。是。老站，老站。老薛，老薛，这里是孤狼，孤狼呼叫，孤狼呼叫。不，电台通了，孤狼呼叫，我们遭遇袭击，飞机还在我们手上，我们有伤亡，请求空中支援。哎呀，古师傅，正在空中掩护。狙击手肯定不在那个方向，用四十五方向寻找。我在找，我看见他了。转点方向，距离270米。击中他了，他受伤了，还没死，密集射击。是死是活要亲眼见到，你去确认一下。是，我确认一下。孤狼，这里是飞虎一号，我们准备进行空中支援，请标准你的方位，以免误伤。完毕。孤狼收到，孤狼收到，请你沿四五东道地区轰炸。啊！飞虎一号收到，你在危险区域，请寻找掩护。我们开始进行空中支援。完毕。我们在200米以外的距离。好，完毕。